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。说到国产汽车，大家口碑褒贬不一，有的人觉得国产车的技术的确没有合资车或者进口车的技术扎实，有一种不安全不牢靠的感觉，但是也有人认为中国人就该买国产车，让中国汽车走向全世界。不管是国产车还是进口车，排开技术因素，其造车原理都是一样的。那大家知道汽车的三大件指的是什么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汽车的三大件。很多朋友在选车的时候简单粗暴，自己在意的就只有三个条件：眼缘、配置、品牌。如果一台外形好看，配置高，品牌也不错，那销量必然就上去了。然后买回家开一段时间，就觉得耗油高、动力差、底盘不舒服等，感觉被坑了。因为他们买车的时候搞错了重点。一辆车好不好，需要看车的三大件，也就是发动机、变速箱、底盘，这才是真正能体现车辆质量的地方。发动机目前主流的四缸发动机有两种，自然吸气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区别在于动力上的表现。自然吸气发动机输出相对线性，给多少油就有多少动力输出，高速转动的时候才会有很好的动力表现。涡轮增压则可以在低转速获得最大扭矩，因此动力输出相对突出。变速器以 AT 自动变速器、CVT 无级变速器和 DSG 双离合为主， MT 手动变速器区别不大，档数和手感差异罢了。底盘悬架，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，底盘结构和材质不代表行驶品质和操控，好坏都由厂商的调教决定，优秀的调教即使是扭力梁也能成神。